国海关超严谨，千万别心存侥幸。回教国家，酒不能带，那个摄影师就是嗜酒如命，不带不行，真的过不了。当场打开。后来那一瓶酒怎么处理？现场倒掉啊。他入入境携带违禁品，别跟钱包过不去。加拿大，我想要送一些东西给我朋友，那个腊肠，那个警察叫我开那个行李箱，三条萨拉米，每一根要罚你8000块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